除了目前台面上的可能候选人以外，台北市议会副议长，也就是民进党市议员周伯雅，也宣布要投入台北市长的选战。包括前行政院长游锡堃、台大医师柯文哲以及几位台北市议员都出席到场为他加油。周伯雅说，他主张开放政府，所以想参选的人可以一起合作，所以不担心柯文哲利用他的场合来打选战。